非洲国家的下班高峰期，也是我们这个拍摄的一个高峰期，因为一到傍晚我们就需要去拍吃的。你能不能像《舌尖上中国》应该说我不会说《舌尖上中国》那个导演不是已经离开了央视了？对。所以说，哎 ，stop！ 他为什么不过去？大家都过去，他为什么不过去？我是预备给他过去，我往右拐。他们这边堵车还是挺严重的。你觉得比起几年前，他的车是不是明显变多了？那个下班高峰期也是这样。哦，以前也是这样。记不清了，你的德行。这里有个大超市，我记得我们来过的。我们这个视频呢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非洲下班的时间的是什么样子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时间是几点了？六点了吧，应该差不多。六点了吗？差不多吧，六点钟。我手机呢？五点半的时间。他们几点下班？他们五点多吗？五点多下班，几点上班？几点上班？早上八点左右。中午不休息，中午不休息吗？不过他们这边就是说都是给加班费的，对吧？政府部门肯定休息的，他们都要给加班费的，私人也给。他们的那个工资是一周结一次，对吗？一个月结一次，但是建筑工地的光工头说都是一周结一次。那是他们那个分行业是吧？看个人嘛，你想一个礼拜给一次也行啊。但是之前就是大家开店，就是像中国人在这边开店的，都是一个月。这边有家饭店，我们也经常去吃，不过就是牛肉啊、鸡肉什么，所以经典的那种吃。买 game 转一下，要买电池吗？买什么？电池。电池不要买，但我觉得可以买一个插脸的。这个超市我有印象，是啊，五年前我来过，好记性，是吧？不如烂笔头。五年前的几月份倒是哪一天了？你看人家白人走得多随意，你看旁边白人，还有小朋友拎着。白人其实已经融入到当地了。白人去哪都能融入，因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。我们还在这边喝咖啡，跟王斌。王斌呢？我们现在去那个什么了？塞尔维亚。就是我就对他有那么点印象。然后这边不是有那个蛋糕，感觉还行。这个就是一般不好吃。这个超市我们叫鸡屁股是吧？对，鸡屁股，就是鸡屁股的意思。别乱说，像乌特拉就是加强版的鸡屁股。可以去买一个那个润肤乳，很干燥。中国人现在也有在这边做那些抹脸、抹身上的，然后那个香皂。我们来工厂吗？化妆品。就是他们这边黑人这边化妆品，他买一般是就是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效果？保湿、防晒还是什么？你是在问我还是在问老陈？就问你们两个。知道我们不专业，不了解防晒，因为我们都知道鞋啊什么的，它有个爱好嘛，我们也大概了解了。什么爱好？你别硬扯。那不是蓝黄，它是爆款吗？还有那种波波鞋，不是爆款吗？波波鞋是你起的名字吧？洞洞鞋，洞洞鞋，波波鞋。我觉得您这边不对，到时候到一。我们来这干嘛？来超市，吃东西也可以啊。我超市买披萨什么？买什么？买吃的呀！一切不就为了吃？是啊，一切都为了吃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四分钟。你继续，加油，使劲！这个 game 是什么意思啊？超市名。这个也是非洲连锁的，好像。
嗯，反正我们下车再介绍这个非洲牛舌吧。他在那里太吵了，我们又不能讲话，也不能干。这个价格贵吗？我也不晓得，因为这型号不一样，没法比较。你只能拍回去，在国内查一下价格之后。对，这个狗头一个狗脊也不知道。来看一下这边红牛的价格，价格这个是一块，不是，是19块。哎，这19块有点贵啊！哎，吓死我了，是19块吗？哎，对。这个啊，我们当年5年前来过吃过，好吃的这个，好吃，嗯，好吃，鸭米。然后嘞，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卖10块钱，我们走的时候卖20块了，但是现在发现价格又回去了，是吧？这按现在的汇率来说，它是又变成10块钱了。对，兰姐说他们经历了一个波动。我们来到了那个刚才说的在繁华区域的超市，然后进去看了看，里面的东西还挺齐全的。他们现在关门了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来了这么多久呢，一直都是用的现金，但是在这家的时候呢，我们刚有问关于是否能用银行卡的问题，啊，然后现在来说一下那个银行卡的事了。哇塞，服务也太周到了吧！那个银行卡刚才是刷要刷信用卡啊，我们问能不能刷信用卡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所有信用卡都不能刷了。都不能刷，然后他们就问，那还要买东西吗？这些东西还要买吗？我说那买吧。然后过一会儿他又说，这信用卡能刷，但是要试一下，而不是说必然能刷。哦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让他试了一下。而且还有一个细节，就不是说每个收银员那里都配了那个刷卡机。只是后来临时拿过来一个。对，他们就像经理一样的人拿了一个刷卡机过来，然后他说那我们试一下。也有可能最近出问题，但谁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肯定可以刷卡，因为这个 game 是很大的，这个超市。它是一个非洲连锁的，非洲连锁。我估计这非洲很多都是这种，你像那个吉普谷好像也是连锁的，然后那个什么 Shoprite 都是连锁。嗯，我们在马达加斯加不也有 Shoprite， 记得吗？对。我们头两天过去就买面包吃，什么熟食啊。对。而且比起5年前，我有个感觉，就是觉得他们的物品变丰富了。嗯。你们有没有印象以前？被 Standard Bank 对你跟大家说一下是哪个银行？这张是那个 Standard Bank，Standard Bank 就在英国，就是在香港就是渣打银行嘛，我们翻译过来嘛。应该因为都是英属殖民地嘛，是不是？应该都是同一个，就英国那个 Standard Bank。哦。嗯，是这家银行。标准银行，我们翻译过来叫标准嘛 ，Standard 是标准的嘛。嗯。然后香港那边不是翻译成渣打银行吗？哦。这边这个银行多吗？很多，到处都是。最近存钱，你们看到几次存钱都是在这个银行存的，还比较稳定。好了，那就是关于这个卡消费的。这个是多少？再喝一口。那个是多少？27,066。嗯。今天消费。好。不知道他这个汇率怎么算？哦，对，还涉及到一个汇率。汇率还是个问题。不知道国内会收到什么信息，就是说，那我们到时候补充一下吧。到时候补充一下，看这个27,000这一笔算它到底汇率怎么算？汇率跟那个我们那个所了解的一样不一样？因为它肯定先换算成美金，美金再又换成人民币。对，它都通过银行来。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外汇换不到，有可能说的是黑市汇率或者怎样，可能有些会差别。他刚才说 Master 或者是 Visa 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嗯。但是只是今天不能用，那后来有人用试了，今天能用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本来说那个 Visa 不能用啊，我说 Master 可以，他说一样的，都不能用。好吧。后来试了一下。好吧，那走吧。饿了，去吃饭。他们这个购物车也很可爱，也是这个桃红色的。